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紫，欢迎回来 Rossford 肉包上的海贼王啊。好的，今天我们来解锁真三刀了，也就是索隆的三把刀，秋水、和带文字，还有一个鬼策吧，三代鬼策。首先，我们需要找到传说级的犯贱商人，OK，不是犯贱商人，卖剑的商人，类似那个传说级的武装社一样，它每4小时一生成，但随机的固定地方，所以我们要到处的找，还挺麻烦的。也可以询问这个经理啊，来得到资讯。但是要过10分钟，他才告诉你多久他会生成这个传说级的卖剑商人。OK，如果还没过10分钟，他会说你来得太早，所以我们直接去找好了。OK，第一个会在远程这里，这个孤岛，好像是这里吧？可以在这里出现啊，有概率。OK，看来不在这。然后是竞技场，竞技场也是有可能。竞技场的上方，它也可能会出现在绿色区域，因为这里吧。那上面其中一个叶子，或许它也可能在那个洞里面，下水道，它也可能会在这里，也有可能会在墓地岛。哦，不是你，吓死！我还出现了。会在中间的这个柱子吗？还是没有？那个地方是在这里，那块石头这里，可以打豚虎的附近。还有个位置是在工厂的山丘这里吧，山丘的后面，大概是这里。还有这个伺服器没有生成，这边没有。OK，非常难找哎，不知道花多久的时间啊。完了，好，竞技场，哦，这个吗？哦，真的，传说级的犯贱商人，传奇剑牌经销商，杀敌是鬼策吧？需要200万，买起来。哦，OK，买了就会消失，所以非常难找，也可能被别人买掉就消失。好吧，首先获得第一把，桑迪，哦，他双手握着了。帅，这个武装社的特效比传送果实快得多，比较有效率。但他靠飞行，这样子找的话还蛮累的。哦，找到了。好，这一次是在绿色区域，那个叶子上面。好，希望他不要再卖桑迪了，卖别的剑拜托。秋水，好，赶快卖起来，趁还没人来之前。实景，好，获得秋水，阵阵安静的匆忙，这什么名字啊？焦点射击，OK，也是双手握着，哇，紫色的，攻击是有紫色的特性，然后武装色还是一样，黑黑的，像 DNA 一样，非常的帅。黑刀秋水，还差一把了，和带一文字啊。这把还是花了半个小时才找到，运气还不错。如果还卖重复的会哭。剩下这一把 ,33.33% 的几率。找到了，终于。希望会卖和带一文字吧。拜托了，找了好久了。这次也是在叶子上面。你找到我了。Oh my god。又是桑迪。我可以再买吗？OK， 我已经有了。33.33%， 好不容易找到，竟然没有卖。好的，一开始还蛮顺利的，接着我找了3个小时都没找到。OK， 我换个策略好了，等个10分钟吧，然后问看这个经理，看看有多久他才会出现。前面有个男子声称今天看到他的船在附近，哦，稍后再来找我。这个大概是1小时15分钟以内。我有外挂，完了，走，没挂会不会给我抢？走掉了吗？太快了吧，好像一出现就被外挂买走了。好，哦，照片消失，哭啊，妈呀，还刚找到他。好，出现了，赶快买，和带一文字。哦，又是沙迪。OK， 和带一文字。就是沙迪，
Oh my god！ 哦，哎，我刚看到他了，他跟我说他会在这个区域待数分钟，祝你好运。好，出现了。OK， 又是在竞技场来了，33.33%的概率，核到一本字。Let's go。哦。OK， 终于中了三分之一的概率啊！口袋有文字，我靠，我终于买到了。武装色特效是一样的。我这把刀好帅哦，白色的，黑白色，斩击也是白色。河道一文字，接下来我把所有的剑练到300级，就可以解真三刀了，索隆的三刀流。好，我先练这个伤敌吧，萨敌啊。OK， 它是白色的，看它伤害多少，2400还不错吧。一剑叫做剑弩啊，二技能真正的空袭，我攻速快，看这攻速，哦，好爽。好，解锁新技能剑弩。看啥剑舞？哦，这什么姿势？来吧 ，Let's go。哦，转圈圈啊，剑舞。哇，哦，为什么直接730？它可以一边转动一边移动。剑舞，4100，还不错。300 ，OK。300，看一下，真正的空袭。哦，见识见识，来了，双手握着，然后，哦，个剑气，黄色剑气，4700的伤害，还行吧。现在普攻来到了2800，再多一次，真正的空袭，4700，还是黑道的特效比较帅一点，这个有点简陋的感觉，看，哈哈。为什么这样子？斜斜的剑舞，哦，只打了2500，示威者，哦，5300呢？这次应该有打满了。老爸终于练到300了，接下来是秋水，秋水蛮帅的感觉，非常好奇，实景哦。OK， 真正安静的冲嘛，好奇怪。应该是翻译的问题吧，然后焦点射击，伤害应该也是一样吧，2400，普攻2400，真正安静的冲嘛，到底是怎样的技能？又安静又匆忙，真正安静的冲嘛 ，Let's go， 哦，这不是那个冲锋枪吗？卡塔纳的冲锋枪，冲锋，冲锋斩击，呼，4200，蛮痒的，看到一次 ，Let's go， 哇，4000的伤害，蛮朴实的，不是很华丽啊，真正安静的冲嘛，一个冲刺技能，还行吧，来了。焦点射击，找个人试试走，就是你了。哦 ，OK， 4500，那个剑气还蛮小一个的，4500，特效不是很华丽啊，不够大，那个剑气。焦点射击，嗯，好吧，有点失望。OK。这不是重点啊，重点是真三刀的技能。好，就一把刀了，核到一文字，哇，很漂亮哎，这斩击，看，好像跳舞一样，应该150了，持续滑行，看一下干嘛？哦，我靠，这才打几下，太久了吧？持续滑行，哦，5000的伤害，
打超久了。看，哦，五秒了吧？5200。那打海兽应该还不错吧？这个技能，欸，很爽，欸，这打击感。哦，还可以转你的方向，非常帅的技能。OK， 接下来是散弹枪，还有什么技能啊？看名字都看不出来。好，还有一把剑变成枪，学会了散弹枪 ，Let's go， 应该是个剑气。哦，远程技能5300的伤害。OK， 那蛮像的。秋雪伤害这么低啊，4500。萨迪4700。OK， 看来这个河道一文字还比较强，打到5000的伤害。我靠，5300哎，那是多段伤害啊。5300，三个冲击波。好的，所有的剑都练到300等了，接着我们就可以解索隆的真三刀流。首先要去到绿色区域啊 ，OK， 然后爬上最高处吧，应该是这里。这个曼特，杰克的豌豆。好，最高处有个 NPC， 要跟他说话就可以结束了吧？神秘了，你好啊，剑士，看起来你已经掌握了所有的传说剑了。你想要学习真三刀流吗？来吧，真正的350刀。看啥？哦，它是红色的，神话级。哈哈，又解锁三个称号，恶魔之眼、龙卷风，哇，超帅！哈哈，三刀流。为什么秋水是咬这的？不是咬这河道有文字的吗？跟动漫的设定不一样。好，非常的帅啊，真三刀流。攻帅挺慢的，浅蓝色的剑气，哦，好帅！看他伤害多少？哦，也是三刀流吗？哦，2600哎，不错。哦，看是大佛形态的三刀流，哇，超帅的，浅蓝色的斩击。这攻速有点慢，但是伤害很高。好 ,109。OK, 150。蓝方冲锋枪。他要去干嘛？来了。哦，什么姿势？3400吧。哦，4300。4300的伤害。冲锋技能。冲刺技能。OK， 好，买打龙马吧。哦，看三把刀，非常的帅。又拿出来就变这个样子，收起来，看见三把刀的刀柄。OK， 打个龙马，可以快速升等。十 ，ra， 211。好的，还差一级，可以用龙飓风。OK， 打十个就可以了吧？学会了龙飓风，来吧，展示让我看看。龙飓风，那应该是在我周围释放的吧？哦 ，OK， 就这个，差不多这个范围，现在没打中它。看到一声，4800，还行吧？现在普攻多少？2900。非常的高，我们再用了一次龙飓风，哇，4600。OK， 二技能是远程技能，维持在我周围释放，还飞出去，看，哇，5500，飞出去银行，制造出一个龙卷风，跟索伦的烦恼风一样，36烦恼风吧，没记错的话。再看了一次36烦恼风。哇，哈哈，啊，卷飞，非常帅的技能。好，看一下的射程到底多远，自己打得中吗？我可以，
好远，还把我的这树破坏掉，可以试看看 combo。 OK， 在那之前我先强化一下我的真三刀，加属怕的伤害非常的多，可以强化了，来吧，升级了，看现在伤害多少，应该3000多吧，哇，3300，差有点夸张，3300的伤害，黑刀多少啊？我黑刀也是强化了，黑刀才3000，他竟然达到3300，这黑刀攻速比较快一点，冲锋枪，哇哇5200，哈哈。龙飓风5300，提升了好多。那御天双刀呢？这把我没强化吧？看一下，这把强化才加7%，我该强化一下。那伤害多少？3200，这把练到381了，但是伤害比这个真三刀还要低。好，第一个是可以跟这个雷电爪配合。果实的话可以选择有控制技能的果实，响雷果实吧，但是我没有，可以去用个低配版暗暗果实好了，这个暗暗果实好，首先先用这个无尽洞穴控制住它，然后电爪的叉吧，然后撞飞，然后再接吸把打飞，然后再往上接这个冲刺，最后用刀收尾。 OK， 用刀往下放龙卷风，再用冲锋吧，有点困难，试一下，先用黑洞杀，差不多这样子吧。OK， 试多一次。哦，20000多，这应该有打满吧？20000伤害，还不错吧 ？OK， 接下来是神人拳的部分，也是配暗暗果实吧？有控制技能的果实，响雷、暗暗都可以。OK， 先用暗暗果实的控制技能先锁。然后神人拳一网枪，再真三刀的冲刺，再神人拳的 Z， 再真三刀的龙飓风，接着神人拳收尾，远程技能收尾。我也按不过来，这两个一直切换啊！我妈呀！好，再来。我这样子吧，这秒掉好哎，秒杀。23000的伤害 ，OK， 这远程技能顺序不重要啊，只要放出来就行。好，再来多一次，先控制住他就对了。远程技能丢一丢，这样子吧，23000，比20000伤害高一点，伤害溢出来了。OK， 试多一次，顺序过去，黑洞瞄准。完，这样子啊。23000，非常的爽的 combo。OK， 终于拿到了这把目前最难获得的剑，比御天双刀还难拿哎！我差不多花了3天才解到，尤其是找那个传说的犯贱商人三刀流。OK， 我们今天就把这把解到收看啦，若是朋友记得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